真的，雷射线还是假的？哦，这真的。嗯，那应该是标本，是真的吗？这个是真的，可是那个是真的。他这特展是把这个当成装、欸，这里怎么都没人啊？对，因为要钱，我们已经花350了，所以一定要来看。哇、哦，这活的，对，就会发光，你们看到？对啊。可是要怎么保持让它不会坏？小心小心，好可爱哦！真的很像 dancer 哎，即兴舞者。啊，那边前面的是什么？像这个就跟刚刚那个一样，应该是死掉的，然后让它变成标本。标本要你看是上面，那个影子上面。哦、oh. ，对，然后你看是那个，所以不需要进去。原来是这样。Oh my god， 这什么鬼啊？这都已经进入新的一年了，还在 Halloween 干嘛？不过这是一种艺术，艺术可以有各式各样呈现的方式。哦，你看这个，你看这个影子，你看这个影子，你看右边。对，伸了一个触角下去，那走了。你看，这很傻，他也在这边放一个这个，可是没用哈，就挡在边上而已。他是为了好玩吗？才设这个？那就是防君子，不防小人啊。哎，那边是可以进去的。啊！哇，有不同的藏在这里。哦，哇！好像生蜡烛。这里这么多。这是真的假的 ？What is this? Oh my god！ 好啊，这个这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相片啊？重点是，你看，这是什么鬼？这是什么鬼？这是不动的。有啊，有动啊。是有动哦，但它应该是被挡住了。哦，对，你看，它有被卡在一个罐子。对，有的是静止的，有的是让它可以活动的。你知道这个讲话的声音哪来吗？有哪个？这里，你看，它有一个电视，是你看。一年前你会在哪里？哦，这真的是水母吗？好化石。那这里就死路了。没有，百亿年前你会在哪里？
哎，捷运火车站的那个。直接过吧。啊，好。